多少钱？可以，快点，帮你干嘛？快点，看我，一二三，好，来来来，看这个，一二三，多照两张，再照一张，再照一张，来一二三，啊，好，转转转转，快点照一下，来来，小红，帮我照一张，照一张。导游，导游进来呀！谢谢，啊，你都没进来。好了，哎，你这方面力气还是很强。碧霞是照到，我妈妈说要来还愿，哎，拿红包就带来了，所以要特别做做记录，有拍到啊。教官有拍吗？那个祈福树啊。祈福树。那个。大家后面这个啊，七步树，就直接把钱扔了，放你。哦，在那边。泰山圣母碧霞元君，对呀，就是泰山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老娘，老娘，哎哎哎，真的把老娘的，哎，把老娘的。老娘，老娘。老娘，啊，我是山里老奶奶，这是什么？老奶奶，老奶奶，后头是老娘，啊，是老娘，对，那那，高兴了，进来了就高兴了，哭啊，哭啊，好久不见了，对，好久不见了，来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老奶奶保平安。老奶奶保平安。来，哎呀，小小庄园无人，飞霜修砖把门，他转花轮。写写名字很牛，写名字嘛。哎，来再拍一下，哎，来。来点，哎。OK， 谢谢。摆哪边？摆这边哈。妈，我把你丢了，还愿。OK， 谢谢。抱来天上麒麟子，送与人间积善家。文君在求子了啊！文君在求个好子，所以我就说嘛，要。要你求子就求个好子，啊，求个好子，求个好子，积给积善人家啊！哎，文君，文君妈妈、外婆也在为他求个子哈、啊，哎，求个好子。嗯，快照，快照他们两母女求子来。真有福啊！亲自长进，亲自长进，快谢我亲自，亲自给你照。求子，求孙抱泰山娃，求子处许愿还愿来烧香，烧烧香。哇，好多好多香啊！好米多。爱神，别动，还没有，还没有，别动。好了，别动了。哎呀，这是拍照片都要生儿子的。啊，对呀，谢谢谢谢。看着还没生，还没生。还没生，还没生，一下子暴露了。修修个好儿子，
修个好孩子，对不对？肯定能心想事成。哎，肯定是，肯定是，谢谢谢谢。但是要加油，哎，对，这句话是最重要。这句话最重要。对对，加油，功德，多做功德，加油，加油，有个好孩子，没错，哎，加油。嗯，加油。看你这是婆婆，我婆婆是她，不是她是妈妈，妈妈，哎，妈妈，她也是她妈妈，她也是妈妈，她妈妈，她是妈妈，哎，说话像婆婆，哎，对了，可以红对的，照相啊，那时候该照应的没？哎，来，肯定是抱孙子，肯定抱孙子，肯定，肯定，下去了。而且以后都是，我怎么了？你谁接？他不懂，他不敢接，你不敢看啊？你不敢看呢？万古灵光哦，好，打掉，孝子孝子，妙相相见无几何，功成名就。我今天看来还是最轻松快乐的，这么多人，你们都那么枯燥，我刚枯燥，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捡钱，谢谢啊，不收了，不行，这些神都高兴，高兴了，这些神都高兴，小心，这高兴，小心，碧霞，东神门，我们从那个西，我从西神门上来的，哎，这边东神门，啊，那个是那个香火山，来照一张，照一张，后悔来的。哦，你是天下第一啊，奇女子了。慢点。对对对对对，还捡了一斤啊！一，老乡，来快见着了啊！老可以影一影呢个啊，可以泰山名咖啡咧，有九百斤，三个泰山都。哇，是雪大下来了。大哥，我会，大哥你放心好了。大哥在这边我才好上。啊，大哥这边的比较好上。我本来想说大哥在那边等你了，问他吧。大哥可以的，可以的，因为他这个腿最有力量，他背得动你吗？可以。过来，走，看他，哎呀！可以，他那个杀药他飞呀。这农具还没准备好了，不让我上。这等到农具是准备好了才让我上。哎呦，他跑得太快了，这个农。忘了带着我跑，跑忘了，我脚痛了。加起来，七十加六十几，六十三。133上来的，133上来哦，对，633，133飞机上来了，哎，你们来耍，全过后，两块盘，不简单，今天背我很累的耶，哎，那个很轻的，菩萨说不让我上，说龙车还没有准备好，龙须没准备好，龙须还没准备好，想问下一个，耶。
想换下一个。好OK，我叫呢，叫啥乱的，咩咧？老人没有啊？第一个老公早死，搞不懂。佢又做咗精装，但系佢又做咗喺南方系。诶，你唔系识即系咩？我翻大陆嘅一个人俾咗未啊？系咪？嚟嚟嚟，翻大陆，走走。嗰两块诶，诶，是啦。好，来来，有没有？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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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我来拿，我来拿手。快点！一、二、三，再来！再来！来，排队啊！排队！你去排队，你去排队。好。好。先让你。好，雷教官到此自由。先站一下。来，我们的贡品被充公了。不是，你就站。金地公。哇。晴天。明显不行了。他一半说是那个，就是下雨了，又打飘飘。锁它是要什么意思？过桥。来来来来来来，这边要不要拍一张？这。好看，拜拜了，拜拜。这个应该是锁住幸福，锁住什么？锁住什么？写名字吧，刚刚有写了，不写名。紫薇帝，绝王帝，那个紫薇，那个是太微，太微，哎，紫薇跟太微两大星君。要乖哦，要乖哦，啊，要乖哦，要乖哦，才能够生出乖宝宝哦，要乖哦，要乖哦，啊，李教官，我们来到了玉皇顶啊，来，紫化敌风，道风，哦，道风，道风，哎，紫望道风，专门，哦，道风锁，看，来，哦，请坐，请坐。坐，来来，坐好，坐好，来坐这边，好，拍一拍，拍一拍，对呀。近一点，有些人要，有些人站后蹲后面好吗？哎，你现在蹲吗？上去，上去，上去蹲后面。老人家在前面。嗯，哦，进来。啊好。耶。耶。妈妈，这个可以动的，没有关系，可以讲话的哈，要乖哦，要听妈妈的话哦。会乖，会听话。对对对对对对，守住哦，守住了，守住了，有有有有，哦，都要守住这一片道心哦，对，道心要守哦，有，光明正直，我们要回城了。十个人十全十美，哎，拿得起放得下。然后就到有地方聊天的地方休息。再几个，再几个餐。我们要下泰山的，哎，妈妈，妈妈，这个也是啊，这个是起价了，这个更真，这个穿的更真，对对。再喊一声，再喊来，妈妈，哎呦，哎呦，哇，心都软，心都软了，啊，这下穿真穿的更真了，对，妈妈，
也只有你会讲这个声音啊、哦！真的嘞、嗯，我看你今年啊、哦，我看你今年里面这七天最高兴了。哈哈哈哈哈！是要去今年还有半年没过、啊？还有半年对，目前为止。西马庄了没有啊？不是要去小梅姨那边当英语教师吗？对，等等，明天、后天、后天。你还喜欢等呢、啊，在他们那里啊？哦，怎么样？好多面哦，面上来了哦，是用来吧，姐姐哥，姐姐家，哎，要歌声呢？有啊，这里本身就有歌声，他有啊，有啊，他那边有，他讲解啊，他讲解啊，好了，我们到站了，来，我们结束了泰山之行，要继续下往下走，今天第四天了。哎，吃个口香糖，来，没。我们下山啦、啊！下山啦、啊！东岳大帝，哎，供奉是东岳大帝的。和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呢，泰山老奶奶呢，就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哦。哎，东岳大帝的女儿。一定要去呀、啊，要看到爸爸。那东岳大帝呢，一般呢，民间传说呢，那就是接任玉皇大帝的最下一个人就是他。太庙位于泰安市，泰安市城区的北部，坐落于泰山南麓，是旅客登览泰山的第一景，旧称东岳庙或者是泰山行宫，俗称泰庙，因为岱是泰山的别称，现今统称为岱庙。岱庙自汉代开始就是历代帝王的祭祀泰山神灵的地方，举行祭祀大典的场所，又有天子庙之称。我刚才那边坐缆车上去的，换山车缆车，这边呢也有缆车，也有换山车，不过呢这个。它是主要是一般单独去登山的，从这边走的。你像我们等一下去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岱庙，它这边啊，就说呢，这个整个这个庙啊，就说它上面的一些这个围墙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城墙，都是呢在这个当时宋朝年间的时候所建的，后来呢这个在这个明朝、清朝年间重新又复修的。你像里面哈、啊，里面呢供奉呢就是东岳大帝，泰山的这个就是说呢山脚下的主宰神是东岳大帝，然后呢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大殿啊，叫做宋天皇殿，它和这个北京故宫的太和殿，还有呢这个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啊，并称为我们中国古代的东方三大殿。你像里面呢这个据说呢这个还有呢这个以前的清朝乾隆皇帝的这样一个行宫。这个行宫并不大，里面呢也有泰山的镇山三宝，叫做这个沉香狮子啊、沉香狮子、温良玉龟，还有青釉黄花葫芦君，是泰山的镇山三宝。不过在里面呢，就是说呢，据说还有当年的这个汉武帝皇帝啊登封泰山的时候呢，在此呢所栽植的几棵柏树啊，距今呢都有这个上千年，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啊。这个其实在我们整个泰山这边呢，这个上千年的树呢
这个有很多了。特别呢，我们等到明天去到带各位呢去到曲阜那边的市呢，基本上都是呢这个六七百年以上的哈，有些呢都有这个一千多年甚至两千五百多年的这样一些树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柏树啊，柏树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曲阜啊泰安当地的市树啊，就是指的这种柏树。你像等一下呢，我们这个走到这个岱庙那边哈，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整个这个它的这样一个外观哈，大家会看到它这个建筑呢，当时秦朝的时候呢就有想法呢要在泰山脚下做一个宫殿，到了汉代的时候呢又要起了一个，还要这个当时在这个泰山脚下要建一个这样的宫殿。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建成呢，是在这个宋朝，距今呢有一千多年的年间啊，当时才真正形成了这样的规模。然后呢，经过这个历代的帝王每次呢到我们泰山来封禅祭奠啊，这个首去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岱庙了。你像这个历史上呢，其中有72位帝王呢都登封过泰山，到泰山呢封禅祭奠，其中呢来的次数最多的是这个就是汉代的皇帝，汉武帝皇帝曾经8次来到这个地方。其他的一些这个皇帝呢，有的就来过一次的哈，到我们这里的封禅祭奠。那我们这个前面呢，等一下，我们一会儿呢，这个岱庙这个城墙，我们大家会看到了，一会儿就到了。好，有去哪儿啊？到那儿下边一看，好看，往下走。没有，前面就到了，前面是岱庙，哎，前面到了，前面到了，岱庙，东域大帝，1988，那个树，那个树。岱庙，岱庙，岱庙，开完了吗？岱庙，他在拍他的，他人呢？啊，雷家官到此一游，岱庙，后宰门，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岱庙，城墙保护，这是后人保护的吧？我说我们要走啦，两岸交接，我们不慢了，走。这边还没有照，那边啊，那边拍过了，拍过了。带各位呢回到晚上大家下到的饭店了哈。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是从这个饭店里面这个用晚餐哈。就说呢，这个明天的这个行程，我们会带各位呢去到曲阜的哈，就是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孔子哈。这个去到孔子的故乡曲阜，从这里呢去到曲阜啊，大概车程呢1个多小时左右就会到了啊，1个多钟的时间。哎，我们明天的走路会比较多一些的，明天这个走路呢，这个大概不停的在走，需要走，这个曲阜三孔就要走3个小时左右，就不停的在走哈，走曲阜的三孔哈，要走那么3小时，那还累死了嘞。你要去到孔府、孔庙、孔林是必须要走的那路段，就是你要去到这个孔庙，你走到大成殿，走大成殿呢是必经之路才能到这个大成殿。然后呢，去到孔府的话，那就是说必经之地，你要去到这个后花园，你也可以，反正从正门进后门出，不走回头路的。
那孔林的话呢，主要是看这个他的一个墓地的啊，孔林是看墓地的这样一个地方。反正大概的时间哈、啊，要走路的话，我算了一下，至少在快三个小时，两个半，就至少两个半吧。里面没车可以乘吗？里面啊，虽然孔林里面有电瓶车，虽然孔林里面，其他的里面。都是墓地那边，在外面看就好了。孔庙和孔府里面呢是没有这个电瓶车的啊，没有电瓶车。好，我们今天要离开这昨天住的旅馆，然后我们要继续去朝拜孔子孟子。哎，孔子孟子，我们来啦。大地很小，欢乐的声响彩云霄，多少人流血流汗，这两天的时候，天气都这么好，真好，才阳光明媚的呀。对啊，这两天。哎呀，那还是我们祈祷有效啊。要音乐祈祷。他说哪个地方？前面那边。嗯。这不讲又没了。啊。哎呦啊！哎呦，都怪我了。这个三孔，孔府、孔庙、孔林。这个各位呢，这个右前方的这边这个城墙啊，就是我们这个曲阜的叫做明故城啊，这个明朝时期所修筑的这样的一个城墙。我们这个孔庙呢，跟这个孔府呢是在这个城里，我们现在在这个城外。然后我们今天呢，带各位去到这个曲阜这个孔府、孔庙啊。这里面呢，这两个景点呢是挨在一起的啊。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呢，这个要走路呢，大概要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这个我们到这个里面去这个参观这个孔庙跟这个孔府。然后我们到前面之后呢，等一下呢，我们到那边先去这个买这个门票啊。然后呢，看完这边之后呢，这个我们再各位呢再去到这个孔林啊。一会儿就停在前面那个里边啊，那个里边。我下来，他们上昨天从那个地方下来去。我去，我从哪边过？你从前边那个。
各位哈，这样的，等一下我们这个准备要从这边下车了哈，这个大家带好东西，我们等一下从这边下车了。好，这个旅游游客中心啊，现在今天刚好是礼拜六假日啊，人好多，曲阜爱买超市，那上面是孔子周游列国的像。游客这边啊，记得先去洗手间哈，等一下我们再去。先去来试穿哟，这边都穿吗？这边都是。戴高帽子啦，都是。曲阜孔庙出口，这边人太多了，因为周末。
五 A 一级到五，都是清朝、明朝时候成立的，明代时候的。我们这里呢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啊，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五 A 级。它就是一个一半两半的半子。古时候的孩子上学啊，不叫上学，跟现在看。那今天咱上那座小桥呢，就等于说咱上面是入孔子学堂了。乾隆皇帝现在咱就是孔子的学生了。乾隆，临星门，临星门。只有经过那座桥的人才正式的被孔子收为学生。好了，咱们稍微等一下，看一下后边这道牌坊。里面的牌坊是明代的时候的牌坊。明代的牌坊，清朝乾隆皇帝写的，它叫临星门。这个“临”字写错了，三口的下边应该还有一个巫婆的“巫”字。乾隆皇帝呢，把门。这是你写的？啊，乾隆皇帝写的。那这个“临星”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古代的天宫、天前星都叫临星。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尊古，尊天一样的意思。那么牌坊上边，你看到旁边十个人。嘉靖，嘉靖，这都是明代的时候，都明代的。然后等一下，我们要步入至圣庙哈。哎，大家进去的时候呢，走中间这个门。好，中间呢就是进去之后走中间。好，中间呢是皇帝走的。好，过来，照相。照相吗？照相。走完好了。好，走到完。走到完好了。这挺漂亮。找几个。临星门。要转过来，要转过来。师门。对呀，你还看吗？这是皇帝走的。这个是不是？对，是皇帝走的。皇帝走的。在呀、啊，好神呐、啊！好神！哎，有没有照到光呢？这个文武百官都是两个画他们。真有趣。对啊。很有感应哈、哦！哎，真的有感应。哎，排队了。皇帝当年走过的地方还有感应，是成人的，有加持嘞，哎，导游啊，那当年皇帝走过那都有加持嘞，有感应的，有感应的，有啊，磁场的嘞，还很多，你感应到了，哎，还有很多他的兵将在这边嘞，对呀、啊，他的文武百官都在后面，百官都在这边嘞，还很有趣嘞。哎，小心！小心，这边很滑了哈，很滑了。慢慢来，慢慢来。很滑了。扎！扎！扎！你也抓着我扎！好有趣啊！好了，我们这边走了哈。好，慢慢小心走。哎，前面呢？前面呢是这个明朝孔庙的第一道大门，是红道门，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孔庙啊，是孔子死后第二年的时候建的，有2500多年。哎，孔子以前住的地方就住在里面，就根据他的三间茅草房改为了三间庙宇了。你像里面这柏树啊，都是他种的。
不是他种的，大概这些柏树呢都有了就是四五百年以上了。啊，两千年前的前面有一棵是孔子亲手种的。哎呦，孔子亲手种了一棵2500多年的一棵树，一棵叫快木。当时住的地方很小，就是后来扩建。世界伟人呢？他们被称为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三家合一。给人外国人看的。像每年这个9月28都要祭孔啊。孔子。孔子诞生于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00年。他当时活的73岁。73、84。阎王不要自己去。哎，有这样一句佛说法。73。孟子是活到84。你这七月一也灭了。古代能活到70岁，你看特别那个圆的那个，那个叫门当，但是这个门就前面这个大门更久了。对，这个这道大门呢是当时宋朝时期重要的地方，叫大周门。对，说周家之道，大概有1000多年。历史大师啊，我一直珍藏。当年批评批孔批中庸吗？说他的父亲会紧张，你坐起来。你妈妈，你是照顾妈妈？是照妈妈。啊，小心门槛。小心门槛，拔高一点来。高高的。站。小心门槛。最早的时候1000多年了，这是后来补修的。这个1000多年了。哎，1000多年。哦。我算了，都不晓得要怎么爱，怎么样的年。这是哪一条灵魂回来的？柏树。柏树。咱们的柏水边呢，是这个明代的第三个皇帝孙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就是后来的一个皇帝。这棵树已经枯了，这棵树枯了，死了，在枯死了，枯死了。这个树枯了，已经。谁送的呢？这是当时就是建孔庙的时候，当时有以前古人没有留下信物。这个树枯了，这个树很好，很漂亮啊，枯了，像根雕一样。再来。啊，还在呢，还在啊！来来来，你摸看，你赶紧看。哦，等在呀、啊，大哥。当然。哎、啊，有没有在？是不是在？在。火了，抱一下，火了。哇，他照出树的光了耶！耶。太棒了，太棒了！放盐上，就是那腊肉嘛，放点花，放盐上。那么孔子说了，你想，您要问我对便宜的设备多少？对啊，树还在，那个树还在，神呐，真神！哦，有那个佛光，咱为什么有人能拍出来呢？就给我们看，就给我们拍。对呀、啊，对呀、啊，我们这边种的都不在。啊，对呀、啊。看看看看。乾隆皇帝种的树。啊。风光亮起来。你看到什么了？溜溜溜，这样子。啊。是这样。像龙长得不一样，对不对？你看长得不一样吧，就摸过的，哎、嗯，就是不一样啊。他在表示那个树哈、啊，说那个石头的柱撑得他好难受，你看他这样弯的，撑得他好难受。哎，那我现在帮他，只好把那个石头稍微给他不要那么硬的刺了他的心脏。啊，他吃的是那里个心有没有像那个牛养的心脏哈、啊？让这个往下一点，好不好？好不好哈、啊？往下一点，慢慢往下滑。
心上割的那个割自我割心啊，割心啊，割心啊，哎，割心，稍微撑一下，哎。啊，就这棵，这棵是凤树，那是榕树，这是龙，那是凤，对，这凤，这龙，你看，你摸过的那个树啊，都长得跟龙一样的，跟你摸过的，对，乾隆，乾隆摸过的，龙在身上这样子的，对啊，人家是那个纹路啊，对，纹路哎，就乾隆摸过以后，对。所以乾隆就是普通人嘛，当然啦，所以他就不一样了，对呀，现在来求这个，对，这个是叫凤嘛，这凤，这凤树，有龙就有凤，这龙伯凤，龙树，这个是龙，龙，那龙，那凤，是凤冠，对，凤冠，对啊，很奇妙啊，这样子，这个法师神怎么样？大家右手边施作自掌起来记录数，下面怎么大家九五年的时候屈服王法老师，问老师死了，有龙有凤，原本成为龙凤呈祥，这个是我们屈服王法北美地区的事儿，乾隆朝下将是八百屈服，最后一次摆正身份，岁数大了累了，还没靠脸上，还没走了，这个时候就王凤的那块终于到凤树了。好，刚刚这个这凤刺到心脏，活活把它移位了。哦，要渡掉嘞！啊，肚子那里割了。在哪边弄？掉。好看啊！好看。这里都是佛光，哇，好强！那个是龙还是凤啊？那两颗，一颗是龙，一颗是凤。哎，对，这个是龙，那个是凤。对对对对，没错，这个是龙，那个是凤。但它里面有怀个小龙吗？哎，凤，哎，对，肚子里面。小龙过来说：“我是龙啊。”它是有个小龙在里面，肚子里面。哦，这样子。对，那它这个树已经哭了，我看着已经。哭了，可是它还不哭，它就认谁了，它还不哭。啊。你看它还孕育。很奇怪的力量，它里面还有一颗，哎，还有一颗，所以它哭不了，可能就是个道理吧。哦，这样。它皮肚皮那边都哭了，我看它，好神奇的。刚刚说的。他说的。龙出来是。龙凤呈祥，对，我们当地来对。我们到前面看孔子种的那棵树，这边都是一些碑刻，十三碑亭，南八北五，很多的一些碑刻。清朝的、明朝的，他的房子，看一下。妻子从北京的西山选料，然后睡到学校下山聊聊。那这个大家太小了，在当时的这个建筑条件下。金生门，哎，紧紧的，一步都不离开我。那换人照相啊？照过，刚刚就在那边照过了。不是，他扶到你，他换人照相。就连着了，就连着了，一点都离不开了。好，去吧。好。那个灵魂回来了。你照相。是这颗啊？就这颗。这样子跟这样长得比较慢。2500多年。2500多年的棵树。那棵树啦，那棵树，那棵树那棵。这个树形在江浙有名，那是现在的江浙新闻国际建筑。这个树的寓意是两百年，生生不息。1973年种的，重生。就这棵树。这个刚才还没铺的那个难度啊，几米？这个树枯荣啊，枯了又起来，眼睛。
对，所以他这些树都没有全死的，就重生。他是那棵树啊，被那个雷击过之后啊，他枯了，枯了之后在清朝年间又长出来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它里面生命还有，没有真的死了。还在，还在，还有谁？对对对对对，好神奇啊！这真是。那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棵树是陶老先生亲手栽的树，他们两个种植的。对呀，到不到到园区找，还给他们养，给他们照，给他们照，没有？最近在给他们养菜，没有？看见没有？没有。这棵树是在原来的这个树桩的基础上又发出的芽。可以吗？这里啊，我给你看看。我比较姓冷啊，现在亭子四周哪有两千多年前的杏树啊？这里啊，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啊，孔讲学的地方，还讲学的地方，在山上记事儿一样。所以这里授课，授课。这边就是杏坛了，这后来建，以前的时候孔子坐在碑上，弟子呢跪在下面听老师授课。那声音很大。哎，他孔子身高1.93米，身高呢1.93米。193公分。我们等一下到里面就会看到孔子的塑像。哦。哎，孔子塑像。相传孔子有七漏，你会看到牙就是唇露齿，哎，前面两颗大门牙露在外面，这个眼露白，就眼白眼球啊很多，黑眼球一点，这个最明显。等一下我们到里面可以看得到。耳朵还有腮帮，还有鼻子鼻漏孔，哎，上面呢有个窝状的，这是他的奇象，奇人，奇人，奇漏，奇漏，奇奇象，哎，长相呢是不是很好看？哎，不是很好，可是很迷人。到前面就是大成殿了。